我的观呢？高等骑士训种，不对。 Thank you.
明者这样直接接触冥素，会导致诸多异常，而你把他们直接吸进身体里，却还安然无恙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有超频的可能，我处理不了。那只能送回去。没时间了，你还有这位漂泊者护送杨洋直接回天城，剩下的任务交给我来。感谢的话留着对杨洋说吧，我还没傻到心里真的是意外跌落，这么做只是因为我没得选。任务之后我会去杨洋说过的谷底亲自验证，现场的痕迹从来不说谎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